截至今日上午11点，呢次发布嘅龙卷风预警覆盖咗 Windsor、Essex、Chatham Cairns、Sonia 以及安省南部多个地区。预计呢一啲地区将会出现强雷暴天气，并可能会出现龙卷风。呢次嘅雷暴系由美国嘅密歇根州移至安省。預計惡劣天氣將會在今日下午到達休倫湖沿岸地區，並會在稍後時間影響餘下的地區。雷暴將會帶來颶風、大雨和冰雹，環境部提醒民眾要密切注意天氣情況。據悉，多士不會受這次惡劣天氣所影響，但是在今晚稍後時間就可能會出現落雨和雷暴天氣。